一个相当温馨的新闻，要来看的是来自大陆的北京哦，来到台湾自由行旅游的一名女子，到家己的时阵，伊顺手要来寻找伊失去联络的亲戚，查到这住址哦，请求警方的协助，后派出所依照着这女子所提供的地址前往，却找无，后来经由厝边隔壁通报搬走之后的地址，直到前往找寻，才顺利找到人，嘛完成这名大陆游客千里寻亲的愿望。因为自由行来到台湾，只靠标准北京腔调的大陆女性到派出所，讲要找阿姑，请斗三工，这嘛已经是暗时十一点嘛。在朋友的陪同之下，一名住伫北京市的女子到台湾自由行旅游，当时要寻找失联多年的阿姑，因为所在无识，求助警方。那详细的询问附近的街坊之后，才知道这个舅舅已经搬到其他社区哈，继续带着这个大陆女子到新的社区哈去找寻哈啊，没想到哈这个他舅舅哈果不其然就已经确实已经搬到这个地点了。那在深夜时段哈，让这个亲人能够异地重逢哦，这个大陆女子非常啊感谢警方的协助。移动协寻之后，终于找到亲人，顺利完成游客千里寻亲的愿望。警方热心服务令人有感，以连声感谢表达谢意。新闻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